本分局接获张姓民众报案指称，其于当日外送餐点至本辖中正路一带，取餐时消费者支付1000元纸币一张后，即慌张离去。随后发现该张千元纸钞为伪钞，立即报案处理。经巡线查访，获知使用该假钞者为一林姓男子，该男子辩称忘记该张伪钞来源。全案于警询后，依违反刑法行使伪造货币罪嫌，已请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